中国的企业会有更多直观的一个认识。我们借助了这一次的线上广交会，也获得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客户的一些咨询以及了解。一些资源出现一个使用紧张或者说使用率很高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要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些配置，这个保证这个系统的一个稳定运行。